个去世咒，点头 yes， 摇头 no， 要打招呼喊哈喽，哈喽哈喽哈哈喽，趁地里开花是五六，俺六元六我看不见，我春打六九头，还这么高。当着丈母娘面亲春节是种什么体验？爸爸，干嘛？过来，嗯。亲我了，我喜欢。那你亲我。我也通姐生气后，家里来了朋友。喝不喝水？不喝。吃西瓜吗？不吃，不吃。为什么？我是不是吃西瓜？不是，我们那个我有事，先走了，别走。情侣小测试。助理帮我开一下核桃吧。等一下，没有。他在第八，你在一张四。我想吃核桃，你帮我开。输吧。等一会儿，没有，你来。我现在就想吃。两张。准备受死吧。你干嘛？没事，我开个核桃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女生生气后的统一动作。你干嘛？没干嘛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没生气啊。你真的没有生气吗？我真没生气啊。你确定没有生气？我确定没有。真的吗？别动啊！哦。猪，都几点了，你还在这里看？我看我球赛前。睡不着，你不在身边啊。啊，你先去睡，听话好不好？我会不回去。不回去。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：一，立刻把电脑关掉，回去陪我睡觉；二，以后你就睡沙发。我睡沙发吧。Later。你干嘛？你不是要去睡觉？我陪你一起看看我们一起的Later， 是不是胃不舒服啊？不然你这样子暴饮暴食。我真想吃。为了把新三九给他喝了，这样胃就舒服喽。我不贴心，谁贴心啊？快点喝完，我给你揉揉肚子来。我肚子老不多了。糖，我给你揉一下。